这几年上海盖了不少新住宅，不少年轻人都陆陆续续搬了出去。但听别人介绍说，住在190号的郭金莲在2年前花了30万元钱买下了布高里的石库门房子。在这之前，她曾有过一套生活设施齐全的新公房。布高里是老式的石库门，房子内部是没有卫生设施的，这卫生间显然是后来改建的。搿老房子的特色侬晓得伐？因为搿么要啥特色呢？没，就是讲人行道老远的。新房子对伐？实际高头我搿房子是就是讲是也花了蛮多的钞票，就是讲拨人家讲下就是讲30万了。我就讲搿点钞票我完全可以买新公房的，对伐？四房两厅也好买的，对伐？就是讲叫拿远眼的地方，但是我就觉着。房子大，房子好，对吧？老远的，看不到有人，我要生毛病。布高里的对面有个体育馆，每个星期上海歌舞团的老师都来这儿教民族舞。学舞蹈的学生大都是住在附近退休在家的居民，亲密的邻里关系、浓郁的人情味、丰富的社区活动，这些都对郭金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朱莲娟这两天忙着参加布高里居委会组织的节目排练，准备参加区里的汇演。近年来，上海城市老龄化的现象日益明显。作为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，特别注重在社区居民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，以满足老年人精神上的需求。大爷，哎，老婆来了，老婆。老白今年79岁，是朱莲娟的舞伴。他和朱莲娟一样，跳舞是有生以来第一回。就这个叫八里的辰光，就八里去的，哎，好，就知道我了，哎，好，知道打了很。
老爸个老爱人，老好个大力支持。基本上搿个自家排练好子对伐？伊回来伊拉爱人再跟伊一道再排练再排戏，哈哈哈哈哈，瞎搞个，蛮好老好个。搿是新疆人个服装，搿是我穿个。新疆人的服装，侪自家做的。那这个是腰带，穿了这个衣裳的腰带。今天过新年家热闹起来，结婚不久的女儿回娘家，邻居们听说都来看望。虽说郭青莲搬来布高里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和左邻右舍的关系已经亲如一家人了。哪能弄法子帮我烧弄？那么后头放炮仗侪是伊拉。听郭金莲说，她女儿的婚事全是邻居们给操办的，结婚录像也是邻居们拍的。不像像你这样的话，我最好像双胞胎呀，养不出有啥办法？养双胞胎，知道了，外国一个养五个，养六个，那就有人养了。养五个，好好好，养六个。气疯掉，疯掉。叫你没结婚前头，那么定好了。现在好像对吧，就是清静交关啊。是，事体做好没事体的，当官的叫死得记录。我是举足上了死得记录了。什么没事体，我五官当当，偷偷个把五官当当，把酒杯五官当当。